是人口的新诗。在1928年的秋天，作者最后一次重返建国剑桥，搭乘返回中国时，途经中南海时，把剑桥的景色和依恋之情融入诗中，表达告别剑桥的淡淡哀愁。Thank you.
谢谢他这么优美的歌声啊，真的是应该下一次要准备一下啊。